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跟马云同时掉进水里，你先救谁？救马云给你200万，救我的话我嫁给你。嗯，大家一定要评论啊。么么哒。我喜欢跟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，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。抖音现在流行完截图，今天素颜挑战苹果前置摄像头，来呀来呀来呀，谁能截到我清晰的素颜照，我就带他去到浪漫的土耳其，来呀左呀右呀来。好，我是第一次在抖音上跟你们讲话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怎么这么不会说呢？我是一个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差的人，我就是想说的是，你们不，我的声音不好听，普通话水平也不好，我最后就是想说的是，你们不喜欢别人，你们不要用语言去攻击别人，也不要去伤害别人，然后你们善待别人，别人也会善待你，好吗？谢谢你们。谁说我们安徽人不会说普通话的？我跟你说，不要给我弄掉台，你信不信我给你个劈脸糊，一个反脚踢，我把你嘴撅给你糊淌血，我还不给你抹约。我是来自台北的 Mary。 谁？来自台北的 Mary。 说实话，来自东北的玛丽。Hello 宝宝们，听说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是吗？我在这。赶紧朝着屏幕点亮一下，旁边的小加号点亮一下好吗？别再把我弄丢了，宝宝今天把这首歌给你们唱出新的高潮好吗？谢谢。不好好珍惜而失去你，后来的我们没有走到一起，哪怕我多年以后还爱着你，我以为时间可以把你忘记。我有一个朋友，生活中是这样的。工作中是这样的。不是你的车，又不是你的房。该号了，我现在该号了，给家放羊，阿妈让我来放羊嘞。嘿，我知
现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，一丢的爱等待着他、啊、baby 是零，你别再看手机，看手机装不在意。听过一见钟情吗？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。咱们三见也经不了情。一见钟情不是你一眼看上我，或者是我一眼看上了你，不是看，是味道。Are you with me?我冇得救了。